剧情像一像，向父母改口。啊，这离婚还怎么改呢？这口，结婚改口，离婚也得改口。啊，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？叔。结婚以后呢？爸。哎，你答应什么玩意儿？我是说你回答对了，现在咱们得改回去。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。他爸不在，程序在，我可以代替呀。行，我同意。你傻是奸呢？他代替那不是改口，那是改爸。你离得起就离，离不起就别离。叔，哎，拿钱。拿钱。改口钱。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？5000。现在6000。还涨价了，你这个什么涨价？这叫利息。结婚真拿事儿办了，我差这1000块钱。好，该我了吧？该你的了，你那边，你过来。改口。爸。不对，这是结婚以后的，结婚前。大爷。哎呀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还大爷。行了行了，行了，赶紧继续，咱们继续下一下。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。不是，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？怎么的不道歉呢？你说你爸就你那么一个儿子，供你长大，完事让你结婚，最后你又离婚了，你说你对得起谁呀？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，你生谁了？你养谁了？你不是，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？你是谁爸呀？就是啊。啊，对对，他是你爸。对，他是你爸。来，你向他道歉。那还是你当吧。行了，我啊，还是你吧。还是我是不是？还是你吧。哎，你道吧。来吧，道歉。你道吧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给你丢人了。还有你妈呢。妈，我不孝啊，妈！我都这么大了，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，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，让你老人家伤心了，妈。孩子啊，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你说你拉什么硬啊？妈让你拉硬啊，是让你要点面子，这面子要不回来呢，咱不要。我也没让你离婚呢，这大过年的，你让妈可怎么过呀？妈，孩子，爸，我错了。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惹你老生气，我儿子不孝。小宝啊，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？你说你从小没妈，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，供你念书，供你上学，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，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啊，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，这回把媳妇忙没了，你消停了。爸，我错了。还错了？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。哎，快点。